里，我们有九位可爱的女孩等着你来约会。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她出场。你还没介绍你的名字呢。你更注意你的卫生习惯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他竟然也会帮我点名，他超孝顺，对啊，超孝顺，超加分，全家都对了，可怕可怕。你有注册 WeMo 吗？想问你平常有在看民音的话，那你会看什么类型？请问你喜欢越南文化吗？我比较喜欢做吊机。对啊，我是软月姐哦。选择很环保 WeMo 啊！直接继续业配起来。那你喜欢我吗？比较喜欢看机车干架片。嘿，WeMo 的忠实爱好者。哦，我天哪！机车迷音吧。啊，那卡翘我不行。打扫家里的习惯吗？习惯就是普通啦，就没有很喜欢打扫家里，一年大概一次吧。嗯。哎，你怎么换成叉了？哦，变心变很快。很久没有跟男生接触了。你很帅。够了够了够了。欢迎收看《幸福黑白配》，让我们黑白来约会。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朱伟英。在这节目里，我们有九位可爱的女孩等着你来约会，让我们来欢迎她们吧。好，首先，那我们先看我们第一位王子的介绍影片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 J 啊。平常没事的就是打电动，当个死阿宅。有事没事就喜欢抠脚，然后吃脚趾屑，这是我的爱好之一。因为已经25岁了，还停留在平面的二维空间，所以想要借此机会跳脱出三次元空间，跟不同的女生接触和交往。想一想都知道在做梦，呵呵，就这样，欢迎跟我配对。这影片的最后一幕也太震惊了吧？那想问一下，女孩们喜欢这种男生吗？好，那我们321亮牌，就是做出你的选择。321，请亮牌。抱歉了，阿杰先生，你无法跟我们现场的女生进行配对。希望你能更注意你的卫生习惯，然后祝福你在二次元里面找到你的真爱。谢谢主持人。你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再来接着看我们二号王子的介绍影片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永嘉。平时喜欢的休闲运动有高尔夫球，最享受的就是那击球的时刻。偶尔我也会弹弹吉他。每当感到烦闷的时候，我就跟着音乐，短暂的脱离这现实的世界。另外，我的兴趣还有摄影。总喜欢带着相机四处旅行，将心中的画面借由镜头呈现。在这个节目，希望能够认识到不错的女孩。谢谢大家。哇，看完她的介绍影片，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呢。那不知道女孩们对她的感觉是如何呢？321，亮牌。看来爱心蛮多的，有三个叉。那我想问一下童恩。为什么举叉呢？我比较喜欢阳光型的男生。阳光型，所以你是喜欢运动、会运动的那种男生。对。好，那雅涵刚刚也是举叉，那想问一下原因。因为我比较喜欢戴眼镜的男生。戴眼镜，所以你喜欢知性文青一点的男生。嗯，好，那想必大家一定对这个二号王子多少有点期待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他出场。
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平常兴趣有起重机，然后偶尔会打打高尔夫，也会弹弹吉他。然后假的时候，我最喜欢骑着机车，然后背着相机，然后到处旅行拍照这样子。哎，听起来蛮酷的，但你还没介绍你的名字呢。哦，我叫肖真佳。哦，好，那所以肖先生的兴趣是重机跟一些摄影之类的。嗯，好，那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女孩们，就是对于我们肖先生的第一印象是如何呢？来，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哦，看来多了一个叉呢。那我想先问一下，就是这一轮多了举叉的婷雅。因为我觉得重机很危险，我比较喜欢坐轿车。重机很危险，的确啊，大家应该还是比较喜欢坐车呢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雅涵，就是从第一轮一直举叉到这一轮的原因。因为身高不够高啊，我喜欢高高的男生。高不够高，这的确是很多女孩心中择偶的条件。那既然我们问了那么多问题，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他的好友推荐的影片吧。郑家吗？郑家。哎呀，郑家他真的是我大学时期少数看过的正性情。他都会借我们卫生纸啊，然后借我们吃饼干。他就超有爱心的。每次我翘课的时候，他竟然也会帮我点名。刚刚跟他一样，他隔天早上一样不见了。他都帮我们清耶。他超棒的，因为他是隔代教养，他超孝顺，他常常跟阿嬷一起买菜，放鸡，他超孝顺，七种鸡，他超孝顺，他超孝顺，对他超孝顺，超加分。各大女性们，就是郑家好不好？全家都对了，选他，选他，选他就对，一定要选他哦，选他，选他对了，对了。好，看完肖先生的朋友推荐影片，那我们现在开放现场，就是女嘉宾对他提问，就是对他有没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，有吗？好，雨欣，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的兴趣是什么？还有你喜欢看电影吗？其实还好耶。我比较喜欢看机车干架片。机车干架片？肖先生，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机车干架片？机车干架片就可能类似一些迷因社团、机车迷因之类做出来的一些奇怪的机车互相打架的模样的影片。對真是蛮特别的嗜好。那还有女孩们要问他问题的吗？有吗？好，学生，我想问肖先生，你有注册 WeMo 吗？当然有啊，我是一个 WeMo 的忠实爱好者。我天哪！肖先生，可你不是说你喜欢骑重机吗？虽然骑重机，可是我有时候还是会喜欢租一些其他东西，像 U Bike 啊，或者租一些 WeMo。对，或者汽车之类的，对吧、啊？懂，就有时候换换口味就对了。對。好，那还有女孩们要问问题吗？品君，想问你平常有在看迷因的话，那你会看什么类型？迷因的话，可能就机车迷因吧。是有机车吗？哦，还有汽车迷因。那卡恰我不行。哇。你下次看迷因要多看各方面的，可以 ，OK。好，那在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好，凯琪。那请问你喜欢越南文化吗？越南文化，我觉得我本身还蛮喜欢的，尤其是那边的家乡菜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欣姐，我是阮月娇。我喜欢睡觉，也喜欢包水饺。那你喜欢我吗？那也是一个很会讲越南文的女子呢。不错不错。好，那看来现在还有两位爱慕者留着爱心。那肖先生，你会怎么抉择呢？
们来问个问题好了。哦，你要问女嘉宾问题就对了。好，那你要首先要先问哪一位？都一起问好了。好，好。如果就是你们平常会有打扫家里的习惯吗？好，那请杰轩先回答。就是其实我们家有清洁小助手，那我平时的卫生习惯就是普通啦，就没有很喜欢打扫家里，一年大概一次吧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杰轩。那凯琪的部分呢？我是觉得环境很重要啦，所以我每天都会拖地，这样让人比较舒服。哦，看来他回答比较正常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三部分，我们要现在要跟王子玩小游戏，看看谁能获得王子的芳心。好，那我们的抽奖箱来了，那我们请我们肖先生抽一张我们的题目的部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打领带。那想问一下在场举着爱心的，哎，你怎么换成叉了？哦，变心变很快。那我们想问一下在场两位举着爱心的女孩们，是会帮男生打领带的吗？这对我应该是没有难度啦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那我们请杰轩先来。Only you。 其实我已经有点久没有跟男生接触，所以有点紧张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很帅。OK OK， 够了 OK OK。好好，谢谢我们的杰轩，谢谢。看来我们肖先生有点不知所措，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凯琪上来吧，进行我们这个有点害羞的小游戏。哦，看来凯琪十分的娴熟呢，是一个好女孩。好，那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。我们就让肖先生，就是我们的王子，问女嘉宾最后一个问题，然后并做出你的选择。如果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然后要出游骑车，那你们会选择坐小绵羊还是重机呢？好，就说你的答案是。我觉得以我当然是选择很环保的 WeMo 啊，我才不要骑重机。直接继续业配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的凯琪的答案是，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体验重机旅行的话，感觉会很幸福。凯琪的答案真的是很不错呢。那我们就到了最后最关键的选择环节了，就是肖先生，你心目中的公主到底是这两位的其中哪一位呢？然后这新的一半给你，然后另外一半给你，对，你的真命天女。好难决定哦。肖先生居然骗了，杰轩的东西一直掉的。耶！没想到我们肖先生最后是选择了我们的凯琪。那想问一下。就是凯琪跟肖先生，你们互相对对方有什么话想讲，或者对对方的感觉？其实我从刚刚一进场的时候就一直在观察你们，然后感觉你是一个很细心、很不错的女孩。哦，那凯琪呢？谢谢。其实从刚的问答之中，就感觉我们还蛮多共同点的，蛮有好感的。哦，那太棒了。那我们。就是拍手庆祝一下他们两位配对成功，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啦！哈哈，好，那我们让我们来重来一个幸福三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。好，那恭喜两位，就往我们的幸福的大门离场吧，你们就可以哦。那这给我就好，你们就可以去开心骑你们的重机吧，耶！大家拍手啊，耶！
好，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，下周同一时间收看《幸福黑白配》，等你来约会。我觉得你也可以。对对方的第一印象，先从郑家好了。哦，他讲的越南话就还蛮有趣的，然后以后可以吃到越南菜，觉得还不错嘛。蛮喜欢异国风情，尤其是一些我们比较特别、比较有特别风味的国家，像。但其实我是台湾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真的吗？可是为什么你会讲越南话？我只学了一学期中文啊。哇哦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不过反正会讲那些语言都还蛮吸引，就不同异国语言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学各种不一样的语言，对啊，像伊索比亚之类的啊，来自越南。你也觉得以后可以一起常常去吃越南菜，感觉很开心。那可以唠一下你的越南话吗？越南话，现在马上就可以给你越南口音了。用越南说我喜欢你。是哦，是这样讲、哦、真的哦，有更喜欢对方吗？目前都还是很开心的。那你有骑到他的重机吗？有啊，一直在压车吗？一直压车，没有，他都还蛮贴心的，就是会注意到安全。他每次都会帮我扣。男生对女生呢？平时走在路上看到车，然后他都会帮我把他杀掉，因为我超怕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快问快答时间，加油！默契大考验现在开始。男方的生日913。动物狗。好，动物狗。饮料奶茶。常讲的脏话干。户外活动 jogging hiking。女方血型输、oh. 书 Harry Potter 书 Air Crash Investigation What the heck 颜色黑 色水果芒果电影 Harry Potter 这是什么 I've gone 很久、食物猪排饭意大利面移民的国家美日本哦、郑家的口头禅，真假的。卡通人物 ，Hello。哇哦，好冷门呢。最擅长的科目，自然物理。一首歌，心墙郭靖。有一首歌是什么？3C。苹果。凤。器官。是肝脏。哈哈哈哈哈！最后一题，最喜欢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。我想说，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个节目，可以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遇见郑家，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很开心。哦，我们这个节目我也觉得不错，因为找到一个不错的人，还可以跟我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到处可以不同的风景，我觉得也还蛮。那游杰轩呢？游杰轩吗？他没关系啊，他跟主持人已经一起配对成功，所以应该没关系。不要跟我抢啦！好，那祝你们幸福哦！谢谢。请问你现在心情如何？很开心。主持人也合你胃口吗？我觉得主持人也很 OK。那你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吗？喜欢瘦一点的，最好比我瘦，然后比我高，只要男生都可以。那他要很会骑吗？要，我载他，很好听话，很好听话，听什么话？就我会像教育狗一样，让你跟大众的男性朋友们讲出告白。一分钟告白吗？
你可以两分钟。没有，没关系，就是来看着我的眼睛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真的为你们感到觉得可惜，因为我已经被追求走了。我为你们默哀一下，一秒到了。好吧，我觉得能够跟你们讲的就是，等我分手之后，你们还是可以来追求我，毕竟我很容易甩到男朋友。等你哦，拜拜。